小美，咱们为大家再介绍一位新朋友。我，这是我的工业机器人伙伴阿豪。你今天好帅呀，和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领导们好，专家们好。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。阿豪还是一个心灵手巧。我平时在工厂里制造产品，今天来到大会现场，客串调酒师为大家服务。拿了一个杯卡，酒杯发好了，能帮我们倒杯酒吗？阿豪，能给我们倒杯酒吗？今天高朋满座，很高兴为大家倒一杯酒。酒杯很重，倒的时候注意啊，不要洒了。我很乐意和大家喝一杯，但我们新和睦路人不胜酒力，主持人麻烦请你代劳。没问题，你的酒量我知道，还真的不敢让你喝。我借这杯酒感谢在座各位的嘉宾的到来，同时感谢王阳明先生为大会提供。